河山，远离流言纷乱，漂泊才是我只身来。光阴交替轮转，奈何原地空转，驰骋在无浊的听你们唱就感觉千万不能当那个气你们或乱你们的人，对不对？当初选择这个词是谁？你们一起商量的是吗？对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团队，嗯，我们的编曲跟我们的混音师在哪里？举一下手，在哪里？上来跟我一起。好，那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你们完全不像是只是来参赛而已，对不对？干嘛打架了？没有，感觉你们是在诠释跟表演这一首，你们不是只是来参加比赛。对，我们在前面的，我们一起团队在练习的时候，有在，因为我的表情或是我的肢体会有一点卡卡的，所以有在这方面有练习比较多，会对着镜子这样练习。所以如果李白在今天，你会觉得宣泄出来这样子感觉，你觉得他会喜欢摇滚吗？因为李白可能没听过摇滚，但他听了可能会喜欢。我想我们的摇滚就会喜欢了。对不对？好 ，goose goose goose， 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，让大家更认识。我是银珍，然后这位是潘杰，然后我们的编曲师还有我们的混音师分别是。Rose 跟宏宇老师，他们都在后面。OK， 好，明白。宏宇老师，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